好，我们先来搞那个防具。我们先把400颗点一点，我们再来点那传说中的2000。451颗，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……好了，今天没有福尔在，那就我点咯。我点的话，可能就……哇哇，真的是卡武器耶，但好亏哦。好吧，鞋子吧，先上鞋子，再上披风，先这样子，先这样子。好，走吧。好，那就直接上咯。这样我没有办法自己看几率，我把几率表拿出来一下。我会请福尔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福尔可以自己点，那我可以跟大家聊天。但是我自己点的话，就是我又要点又要跟大家聊天，那感觉不一样。好，我要转斐扬跟艾尔，反正也是要过去的就对了，而且是力量就可以转斐扬，防具也可以转。400颗能升一级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13升14的几率是 4%。13升14的几率是 4%。那就来咯。我总共可以点50次。感觉至少也升个两次。有没有机会？来 ,3,2, 走吧。1,2,3。来。看你们一堆金八金九，这个金三很不好意思。有人金八金九吗？金八金九，来，1,2,3，铠甲不穿白三件吗？对啊，我一开始也在问，对啊，我说现在穿白三件比较香吧，还是就是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，反正白三件跟紫三件也是一样嘛，对吧、啊？能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来，1,2,3，13力量。哦，这个这么痛哦！来，1,2,3，4%，拜托，4%，1,2,3，哇，1,2,3，都没有因为我白加8加6了，想说今天上去就应该不用穿白装了，对吧？其实有时候穿瓦套的话，就是打王不会死嘛，打王不会死，靠呀，不是冷静，都，这是菜菜本人的装，菜菜本人的账号啊，东哥，冷静冷静，枪骑白八件舒服啊，哦，对啊、对，我觉得那个原封不动的可以出爬山，应该不会吧？没那么夸张吧？有的啦。干不是啦，干变完的第一下又过了哦，不对啦哦，我原本想说我不要再用这个梗了，我原本想说我不要再用这个梗了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要，我想说我不要再用这个梗，我想说，靠呀。好，我们不是菜菜，我真的没有想要用这个梗的意思，真的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要。但是，好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一幸运，二底子，三智力表点，一力量，好，先卡着，干太扯了，太扯了啦，太扯了。我是真的没有想说要再用这个梗，没事没事，有过就是赚。为什么你15幸运啊？我先把你洗这个好了，先把它洗成力量。我刚刚没看到你这个，你这个是这个数字，来14智力不管，二13智，三14力，好可以。你应该不会用智力吧？对，你应该不会用这个。然后我去把它洗上去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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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条转正，一条上。1,2,3 OK， 这个不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要，我真的没有要。1,2,3子弹力量 OK， 好，继续来1,2
干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而且直接上去了，哎，真的点一集就毕业了，你知道吗？十四力是最好的，十五力是最好的、啊，十四力的话就是第二好，因为你就可以，你上去你不要点，你就直接你要转再转就好了，对吧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两条了，四百颗两条，我刚两百颗不掉一条，一、来、二、三，你看你自己看自己最近经历，你要看。没有，这一切都是意外，真的，信我，拜托。我们都只是，我们这些都只是效果，真的，都只是效果，都只是效果。一，对，这到底该开心还该难过？一、二、三，没有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觉得两条已经很欧了啦，真的，两条已经很猛了。一、二、十三字，三，如果能够再爆出一条，那真的成神了。来，这个防具的部分，一，你觉得要等菜菜？那我五分钟只能点一下、欸，哎，那一到十五的话，我只要点七十五分钟。来，一。二，做一下，有没有机会？四百颗三条上一，三啊，没有啊，可是很扯啦。四百颗两条四趴，哎，四百颗两条四趴，哎，永久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还是非常喜欢各位出没的，真的。把号主从点到关都处于被变的状况也是第一次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我们这个才是重点，前面是前菜而已。所以我们刚刚从39点到了41，看一下哦、喔、39点到41，然后接下来点这个39 39 42， OK， 好好，那我们就开点咯。2000颗，这个数量是800万吧，272万，哇，好是好贵哦、喔、这应该过得去了吧，这绝对上得去了吧。来，我们为什么你都要先，你是这个是连上是不是？你这个是连上是不是？为什么你都要？这个我就不懂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我就不懂了。来吧，我们先来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先看一下有没有点过的。十四、十四、十四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上喽。一样，12过13的几率就是传说中的5%。然后这是5%，这是4%，这是3.33%。那就来吧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上要转就放着哦。想说也不用上哦哦，因为想说如果不是力量的话，就不要点它，对吧、啊？来，下次再给你点，我要求再想要分他，不是这个真的不是，这真的是意外，这真的是意外。来，一。二、三，没有，换个线好了，换个线，2000颗，我猜至少可以上八级。笨，这算什么？前阵子点一发好几十万，为什么？笨一次30块台啊，大头说的，没有，这个就不说话，这个就不说话了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先换一条好了。反正就是慢慢点到15嘛。一、二、三，零巧。15匪哦，一次是意外，两次也是第三次，还能说谁？一、13幸运，二、13零巧，三没有，先各洗3次好了。一。二、三，没有，换个信。哇，2000颗呢！一，
花30元 ban 菜菜自己靠腰。你说菜菜抖内30块，然后 ban 他自己，不是吧，同学？不是吧。二三 ，OK， 没有。一二三，哦，我不能想象，如果之后转斐扬，转积分，那洗一次要多痛啊！一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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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4体，有没有机会直接点一下15力？14字，二，三，200颗一条哎、欸，如果照这个步调的话，有没有机会上10条？有没有机会上10条？啥？再回来吧，应该回来了吧，应该回来了吧？来，一。二三没有一二三啊都没有，那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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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二只是14幸运三哎、欸、你至少给我力量嘛，至少给我力量一13幸14零13体来哦，13零二三14体，怎么都是14体啊，换一条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回来，现在可以变成什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来一二三没有东西，换一条，一，这是5%，二，三，可以只变60秒、哦，可以只变60秒、哦，他现在变有变那么多、哦，来哦，一，力量，二，三，没有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才是5%哎、欸，5%才是这样子哎、欸，怎么可以有人过8件11件？这太屌了，一，130。二十四 D 有了，还可以10秒，10秒那叫笨吗？那个叫笨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笨10秒的话，哦、那应该是手机吧？我这里还是不行，我这里还不行，我这电脑还不行。不是你们为什么要解这个笨人？解这了解这个笨人？哎、欸，他最近新增的啦，以前都是只有5分钟而已，以前都只有5分钟，哎，这样好啊，点一次笨才在10秒，靠腰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过一条，一、12上去是5%，二、三，靠腰，你是不是玩那个玩上瘾了，东哥，你是玩一力量。二力量，三体质，没有东西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、oh, ，God， 这速度，来哦，3.33%，3.33%，换线一下，哦。哦，回来就不是你们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来，第三条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。一、二，啊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，第二条，第二条，哦，这才是5%，这才是5%，600颗上2条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14，灵巧，智力，灵巧、欸，一样哎、欸。PP 车，体质先上。二，三，13敏捷不动。一，13力有了，好，来继续。一，13星。
可以回话，我知道是靠背。来，一、二、明接三，没有。一、二，哇，十四字，我这上两条而已。这真的后面好可怕、喔、真的是要准备几千条、欸、几千颗、欸、真的是要准备几千颗、欸、一二啊，上不去，上不去就是上不去啊！再一条，再一条，拜托！一4.4%，4%，二三一13体，二。三，不是，不要讲那个跟屁虫。哎、欸，我们主人说的，我们抄主人说的，我这样，我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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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十三粒，一十三只，二十三零，三十三只，一二。三条了，三条了，而且还直接毕业，稳了。现在三个是一样的了，三个是一样的了，三个是一样的了，三个是一样的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三百颗一条啊！现在三百颗一条，大概900颗三条，900颗三条。我看你游戏要黑单主人的小号，靠北。一、二。三，没有东西。一，哎呦，哎呦，900颗四条嘞！哎呦，900颗四条，100下。哦，一，二，哦，这个是最讨厌的情况，应该是直接点吧？哎、欸，过哎，900颗五条哎。中央还是可以的，中央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菜菜，你再问我要不要按确定，我先继续点其他的。好，欸、剩十四哎，剩十四了，剩14肯定是我。嗨皮皮，早安，要转再继承，可是这是幸运啊，幸运跟灵巧就看你要哪一个了。好，我先继续哦。来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我先把一颗转满好了。一，二。三没有，好了，换一个。如果再一样，900颗四条，那很爽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东西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。保存啊，没差，反正我可以挂机。OK， 那我就直接保存了。两条 max， 因为它不是14力量，所以就、都一样。来，再上三级或四条哦。如果再上三条。哇！有啦有啦哦，直接毕业呢，还15力量哎，干！哦哎、欸，如果加金链这样子爽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是 3.33% 哎、欸，3.33% 哎、欸，还有1000颗哎、欸，有没有机会？不可，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吧，这全部都满。二、三、14力，好，先按保存，来再来，一。干，真的假的？干，真的假的？还直接毕业、欸，直接毕业两条哎！干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已经两件毕业了、欸，这个原本你有吧？我已经点三条嘞、欸，我已经突然不想记了、欸。真的，这运气用在金链卷多好啊！这运气用在金链卷多好啊！一。二三哦哎、欸、我觉得你真的应该买月卡，你这个运气放在金链卷，妈的，你现在已经飞天了，我跟你讲。一二三14粒，哎、欸、我刚点几条都忘记了。一二14体，三14粒，干妈的太爽了，真的。一二
三，十字力，好，先放。看这个，一、二、三，真的说以后点都要留两千颗，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，十字体，一力量，二幸运，三一百颗，两个食物，而且喜正。一、二、三，十四字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一、二，该不会，三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一、二、三。十四力先上去，前面好哦，这两个真的太爽了，这两个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一、二，刚刚比较无心，我现在有一点飘了，这已经点超过我自己的想法了。那我需要什么吗？什么什么？防具视频好像武器肯定卡的厉害，他武器真的卡的很厉害。武器我离开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何时要开始打王？六点还是七点？八点八点，哎，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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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来至少让一个毕业吧。一力量，二、三，哦，这真的是丢水沟哎。就感觉现在已经被你盯死了，我真的没有要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一、二、三，可以被自己的账号还要被自己。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这五百颗后面这五百颗有点亏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其实我觉得已经。我干，看到这个龙，基本上是中央就你了吧？一、二，十四力，三，十四字，我都不能玩。对啊，那万圣节活动，我觉得那个时间真的不是很好啦。一，至少多一点时间点啊。二，三，自己的账号还要离开。一。哦哦，这个后面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那个，我要先返回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一次。今天万圣节我不能，哎，对耶，你那边上班有办法偷用一下吗？衣服哦，东南亚已经出了吗？东南亚已经出了吗？五千五上两级，五千五，请问是中央吗？今年是八点到九点，哎、欸，今年是八点到九点啊，今年是八点到九点。一、二、三，十四灵巧。一、十四力量。二、三，哦，中央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准备了两千颗，第一次，我准备了两千颗两次吧，我准备了四千多颗才把它上去。一、二。十四力，三没有东西，一、二、三没有。哦，这哎、欸，我这后面完全没过哎、欸，真的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官方有说了，二、三，哎呦哎、欸，还有一条，哇！我觉得那个打一打会被骂不专心吃饭，我只希望他不要追网啦，就是可以不一定要强制追网啊，不追网 OK 啦，就是可以打怪就好了，然后东西数量掉的比较正常，不要像之前那么强迫人家一定要追网，对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再一个？有没有机会再一条？有没有机会再一条？一、二，哇，这过几条啦？第一年那种很好啊，真的，就是不用打、啊，不用打王啊。
第一年不用打王也没差，没有差很多啊。第二年不打王就差很多了，你不打王活那个素材差太多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妈，这条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好，这个15了嘛，这个不用点。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十四力，三。还在啦，还有一二三四，还有四条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我觉得还要再2000颗。一、二、三、一，应该怎么样？还是打活动比较划算吧？是吧？是吗？二、三，啊，这个我不是很熟。现在王牌也很赚，而且说明王牌人变少。一。二狼头是什么东西？三我还没看。哎，剩最后90颗，应该 GG 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又有2000颗，那你下礼拜点我还有礼包。好的，好的，下礼拜我们再约，我们再约。我觉得应该这2000颗应该上得去吧，剩4条，说不定2000颗都多了。真的，真的，说不定2000颗都多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到惨哎、欸，我觉得没有到惨，真的。一、十四字、十四力，二、十三零，有没有机会再白嫖一条？两下，两下，两下。一，我，哎、欸，四条哎、欸，四条2000颗，没有，十四力量最后一条。啊，有点可惜，可是很哎，蛮、欸、多的啦。我今天已经忘记过几条了、欸，我觉得已经过超过我的预期了。对啊，过超过预期，过超过预期。如果这个几率拿去那个金链，拿去那个金链券，不知道有多好。啊，谢过我们的菜菜，本尊本人，至少没有再像之前孟罗克那么恶心。哦，当初那个孟罗克真的是点到崩溃，真的真的。